你要垂吊式的话是没有问题，它不会很奇怪垂两道在那边，它就是一个让你修的手臂会很细，然后又可以遮阳又可以遮太阳的一个小外套。那我刚刚说穿下去很冰凉很冰凉，凉凉凉滋滋的，好不凉你就退货，因为真的好凉。然后它除了可以垂坠式的感觉，我们也可以绑起来当成是一个腰身的东西，你看这样绑起来就超好看的，就超级超级好看的。然后黑呢，黑的很厉害，因为黑的很瘦，黑的很凉。然后呢，长度呢，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穿高腰裤小外套的一个造型哦。那它的弹性呢，真的不用说，真的不用说，真的很弹，手臂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弹，真的是亲肤弹的。然后呢，在收边的部分有这种小卷边的设计，小卷边的设计，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。你可以呢把它绑成是这样子一个小造型，有缩腰的感觉，也可以让它啷啷的大大的，作为一个休闲的概念。然后绑平结绑小外套都好看，所以呢这个上衣不只是洋装，休闲的或是 T 类都可以，都可以。